会在他身上砍那么多刀啊。会在他身上砍那么多刀啊。来来来，这一台白色机车。执行了啊、哦。嗯。没有戴安全帽。执行右转了。执行右转。在30号下午2点左右，在瑞芳市区有民众报案，车内有男女发生争吵的纠纷。哦，警方到场的时候，男性友人已经离开，那因此警方随即在周边实施访查。哦，我们侦查队的同仁很机警的在路旁的一个民宅里面找到当事人，然后并由当事人陪同，直接在他的车上查获改造枪支以及模拟枪各一把，子弹一发。本案讯后，依照枪炮弹药刀罪管制条例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